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，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喺犹太人的讲第二节，正人家里来见耶稣，说：拉比，我们知道你系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上帝同差，无人能行。第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看见上帝的国。第四节，尼哥底母说：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？第五节，耶稣说：我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人若不从水里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从肉身生的，就是肉身；从灵生的，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水错，一时财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，也是如此。第八节，尼哥底母问他说：怎能有这事呢？第十节，耶稣回答说：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么？十二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认识我的见证。十二节，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十三节，除了天降下，仍靠在天的言志，我要人信过天。十四节，摩西差怎样旷野怎样击杀，言志也必照样被记起记来。叫第十五节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第十六节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十七节，因为上帝差他儿子降世，不是要从要听世人的罪，乃是要世人认他的信。十八节，信他的人不必听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听了，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的名。十九节，降来多时间，使上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降到爱黑暗，听他们的罪，就是差除。二十节，凡作恶的，偏轻降，偏不来超降，恐怕他的行为受洁癖。二十二节，单行真理的，必来超降，有善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。二十二节，这事以后，耶稣和门徒多了犹太地，在那里结出使舍约翰。二十三节，约翰差劝靠劝撒冷的爱念也使舍，因为那里水多，众人都去疏舍。二十四节，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差监理，约翰的门徒和一家犹太人偏论结枪的理。二十六节，超来见约翰说：拉比，从前从你差约旦河外所见证的那比，先差使者，众人都往他那里去。二十七节，约翰说：我若不是从天上下使的，人就不能得死亡。二十八节，我曾说：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差他前面的，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。二十九节，是神父的，就是神郎，神郎的朋友，暂错听见神郎的声音，就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三十节，他必显望，我必睡眠。三十一节，从神上来的是班要智商，从智商来的是属乎天，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天，从天上来的是差班要智商。三十二节，他所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，只是没有人量数他的见证。三十三节，那量数他见证的就是人上人，证明上帝是真的，上帝所差来的就是说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是圣灵给他，
使没有限量的。三十五节，爱父爱子如同般要教差他效力，信子的人要完成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完成。上帝的震怒从差他身上。